电脑展下周登场，华硕通话平板7000有找。暑假最大3C消费展台北电脑应用展下周四登场，今年共200家厂商1100个摊位参加，昨天举行展前记者会，并发表多项新产品。Hello， 优手腕上的这个智慧手表内建了触控屏幕、麦克风以及喇叭，只要透过腕上的蓝牙连接，您就可以轻松的操控智慧手机。这款平板轻小便携带，拥有完整的通话功能，支援双 SIM 卡，让您重要电话讯息都不漏接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产品是维新科技新一代超轻薄电竞笔电，它是全球首款只有1.95公斤、1.98公分的超薄高效电竞笔电。主办单位说，微软今年不再支援 XP 作业系统，将掀起一波电脑换机潮。加上穿戴式装置风行，下半年3C消费市场乐观可期。另外，美国电子游戏开发商暴雪首度参展，也带来最新游戏大作。新闻综合报道。